电动扳手一个，二分之一头枪头，发件套筒二分之一套筒一个，二分之一八毫米，六角一个。好，第一步拆链旁，二分之一套进去，然后逆时针，逆时针是深啊，逆时针啊，逆时针，好，逆时针放下来，链旁拆卸工具一个，顺时针，顺时针先把外面的扭进去，先把这个退出来，退出来，然后顺时针扭进去，扭到位之后，这里顺时针扭进去，然后顺时针转动，然后利用这个轴心把链旁顶出来，顶出来之后逆时针把它拉出来，好，把链旁拆下来，好，把传感器取下来，套筒换成发电套筒，换成发电套筒，逆时针，左边是逆时针，打出来，好了，完了。